这送钱倒是容易，可是咱黑风岭的人去报丧，那一看就是土匪呀！你看看这个。 不自小人君子，燕不留身；不自春夏秋冬。这几个小子，这烈士证书，我哥也得有一张吧？当然有。 好好收着，咱家也出过英雄，出过抗日烈士。国泰兄弟，打仗这事儿啊，你应该也明白。红草沟这一仗，关键的问题就出在，有人不听从命令，不服从指挥。 当然了，这事儿呢已经过去了，今天咱也不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。咱能做的，就是想想往后的每一仗应该怎么打。这个烈士证呢，是好事，这是光荣的事儿。可我还是要说，咱大伙儿都得好好的活着，咱要亲眼看着小鬼子。 被咱赶出中国的那一天，哎，我这，你这不唱，哎，水牌早就挂出去了，我今天戏码都唱完了，凭什么还要我上场？我的姑奶奶，就算我求你了，现在来的这些顾客，人家点着名的让你唱呢。 再贵的客他也是客，想听我唱，行啊，明天来。咱那班子唱的不止我一个，都是凭肉嗓子唱的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来的这位顾客咱还真惹不起啊，是日本驻赵州的司令官鬼谷一郎，咱们给他唱高兴了，能得笔赏钱。 这惹翻了这路瘟神，咱们卷铺点走人那是轻的，弄不好出几条人命，咱们都没地儿告状申冤去。我的祖宗，小老板，你赶紧的吧，赶紧去化妆吧，啊！哎，这么着，我呀，先派上一段杂耍电电戏，哄哄这帮大爷高兴。这要晚了。 咱们可都倒了霉了。可我这两天正发热呢，今天这几段也是撑着唱下来的。再接几段，要是把嗓子唱倒了怎么办？哎呦喂，我的好姑奶奶，您装病也得分个时候吧。班主，你咋能说小老板是装病呢？哼，昨天小老板就咳嗽，今天在台上鼻尖直冒汗。 你瞅不着啊，说小老板装病。小老板，你赶紧把药喝了，然后披个大衣捂汗。哼哼，这河边没青草，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多嘴驴啊？撵不走的贱骨头。
还不回去赶紧烧茶炉去你。班主，嗯，这可是你不厚道了。我这病从昨天就开始了，要不是大茶壶一碗接碗的姜汤顶着，你今天就是想让我上台唱，也得找人把网台上搬了。得，说了吧，那你就赶紧办上吧。啊，我呀，赶紧上头了，先应付应付去啊。哎呦，行了吧，赶紧喝药吧。这啥药啊？你哪来的钱买的？我瞅你直冒汗，我就去把药店的门敲开了，给你抓的风寒药。没事，我有钱，可劲儿喝。药苦，你喝碗糖蜜水往下压呀。小子啊，好好的一个大小伙子，非得天天往戏班子里待。趁现在还有力气，应该出去找个赚钱的活儿，到时候娶房媳妇儿，生儿育女，过正经日子。行了吧，我这人没啥出息，只要能让我在戏园子里边待着，你不撵我走，能天天看你唱戏，我知足。这班子里，虽然上下都捧着我，宠着我，有几个是真心对我，全当我是摇钱树。小老板，你要是不想唱，或者身子骨不舒服，唱不了的话，就先别唱了呗。等啥时候能唱了，你再上台呗。我不唱了，这戏班子就断队了。到时候，谁养活我？我养活你。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，还养活我？行了，你出去吧，别耽误我化妆了。是你，钱翻译，小岛君，快把枪放，把枪放下！你竟敢跟踪我！我巧遇了，我刚才在大街上看到有个人长得跟小岛君很像，所以我就跟踪了过来。没想到，还真是小岛君。从大街上跟到这里，小的太过分了吧？这纯属好奇，纯属好奇呀！小岛君，你这穿上这身衣服，别说，还真挺精神的。简翻译，做好你分内的事情。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打死像你这样的中国狗，我会有很多种理由。
坐一会儿。这回呢，你留在黑风岭，主要的任务啊，就是帮着火凤凰把这队伍给训练训练。这事儿啊，你上点心，啊。就是，这黑风岭太不正规了，真的好好整一整。哎，你就说那火凤凰，除了你之外，别人谁的话都不听，还有张国才，一身匪气。哎，你就看他手下带那些兵，吊儿郎当的，真难弄。要不派你去呢？要不这样，你先去归拢归拢，完了我再接过来，行吧？那不行，我没这功夫。你说这赵州城的形势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了，这连山，你别看他面上跟没事似的，这媳妇孩子都被小鬼子给霍霍了，他这心里面不好受。你这得让他多休整休整，是不是？我不懂。这儿啊，就是你最有经验，就你能帮得上我。你别这么瞅着我，我信你，事儿交给你，我这放心。得了，院长，就冲你这话啊，我打个赌，保证完成任务，行吗？赌啥呀？又赌命啊？你就这么埋汰我用？还别说啊，你这儿还真是有两本好书。哎呀，不是，您怎么又来了呀？我说过我不来了吗？不是，最近风声太紧了，您的胆子也太大了吧？这叫灯下黑。你说呢？啊，是是，建先生，您这次来……长话短说，那三个日本高官在哪儿？呀，这个我还不知道啊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说起来这事儿还挺神秘的，这鬼谷把他们接回来以后，也不知道安排到哪儿了，就人间蒸发了。上次我还问过他一回，结果还被鬼谷训斥了一顿。不过，我想可能宪兵队队长小岛知道他们的去处。这家伙最近很神秘，出门经常换便装。我曾经跟过他一回，结果被他发现了。讲故事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敢打脑袋担保。再说，我的一只脚已经卖到你们的船上了呀。明白就好。交给你一个任务，找出这三个人的去处，同时查明白他们来赵州的目的。听好了，千万别蒙我。不敢，不敢呐。过几天我再来。啊？啊！我马上去办，马上去办。行了，歇着吧。哎呀，右手提枪，提枪！魏六，来，我走。你看见没？一个个的，快点！瞄准前方，准备射击。啊！大队，怎么了？散了。哎，张才，干嘛呀？训练刚刚开始，一个项目，
还表演事儿呢，你咋就散了？啊，弟兄们，这三九天的，咱不是砸窑就是猫冬，对吧？嗯呢。老话说得好啊，三九三九，窝里十九，不是玩纸牌就是扔牌九，对不对？弟兄们，扔骰子去。走，下来，下来，下去。 给我回来！给我回来！老杨炮，在黑风岭你要是敢跟我嘚瑟，我瞬间就能把你打成筛子！你信不信？张武才，吓唬谁呢？啊！我老杨炮，伸手不能瞬间把你打成筛子，但是我敢保证，我一枪砍你在你脑门上，瞪个眼你信不信？哼！吹吧你！那咱就试试。试试。好。 跟他无关，就咱俩，来吧，试试。把枪给我放下！放下！咋回事啊？谁先开的枪？他老杨炮，他要开枪。把枪给我下了！ 我看现场，哎呀，楚常德，论匪，我是黑风岭的大当家的；论兵，我是独立营第一大队的大队长。无论是土匪的规矩，还是部队的纪律，这枪都得先给你下。 训练部队，我不管，可你凭什么开枪打我的弟兄们？你的弟兄们，你瞧瞧你这些弟兄们，瞧瞧你这个带的队伍，散漫极了，无组织无纪律，就这样不训练，能打成仗吗？怎么的？以前他们都没训练，不照样砸窑砸的好好的吗？那是砸窑，现在是打鬼子，两码事儿，队长。大当家的，咋的？ 大当家的，咋的？闲人来信了，说鬼子这几天可消停了，又是秧歌又是唱戏啥的，跟过年似的。这回好啊，咱们趁机下山扎个小窑，也好给弟兄们开个荤儿啊！整天的待在山上，兵不是兵，匪不是匪的，那叫啥玩意儿啊？那二师说的对，下山扎窑整年货，对吧？对对，弟兄们，整年货，整年货，不行，我们同意。大家。 从草沟那一仗这么快就忘了，咱们黑风岭训练这么弟兄，那是江营长的任务，咱得好好把它完成了才是啊！啊，姓江的，又他妈是那个姓江的，他有啥了不起？我们凭啥听他的？啊！你闭嘴！各位弟兄们。 弟兄们，刚才是我不对啊，我不该动枪。老洋炮在这里给大家赔不是了，但是训练咱们还是要训练的，是吧？今天啊，训练都是为了咱们自己。弟兄们，今天吃点苦，明天在战场上遇到什么事儿，咱就不打怵，咱就能应付。各位。 我说老杨炮说的对不对啊？啊，团长，行了，老杨炮说的对，接着训练吧啊！咋办呢？啥咋办啊？接着训练呗。 咱都听他们的，咱自己就没主意啊。我。
有我自己的主张。杨炮，哎，这儿就交给你了。是。都别站着了，继续训练去，快点！练练练练练！快点！老杨炮，好好练啊！老东西。哎呀，二丫头，那以后那独立营就做咱的主了是吧？凤儿，咱整天围着人家转，该让人家瞧不起了。再说了，这也快过年了，总不能让大家伙冷锅冷灶的过吧？是啊，咱们的粮食也快没了。凤儿，你说吧，咱们怎么办吧？嗯呐，到咱家的，那没钱花了，你说牌桌上药管都不硬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我不会亏待兄弟们的，也不会让独立营小瞧了咱。这事儿我一定做敞亮了。来，来，好，二堂，来。二叔一会儿去大车店等我们啊！不行，你们两个女的我不放心。女的咋了？女的不炸眼。哎，大哥你来了。哎，那这样吧，那我们呢，远远的跟着你了，有事咱也好有个照应。跟着我们干啥呀？我们又不带家伙，生身盘查什么都不怕，放心吧啊，没事儿。开关，你们的茶来了。好好好。慢点，王进来。自己来。哎呀，坏了，我又想那玩意儿了。有点出息行不？啊，下山为了啥呀你？有个人样。滚犊子！那我还不信进堂城吗？这些日子，让独立营把我归结成啥样了？哎呀，你进城会坏事的，你要害死我。犯了，咋办呢？哎呦，反应挺着点呗。行了，老姨，咱走吧。哎，我再跟你俩说一遍啊，没有我的话，谁也不许进城。谁要是违反了，我回去得收拾他。啥意思啊？纪律。走了。啊，小心点。哎呀妈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茶叶。别看了，你走吧。哎呀，啥都不知道。我说二丫头啊，下辈子托生啊，一定托生在城里头。你看城里就比咱那山上强。看人家吃啥穿啥住啥，哎，想想啊，真是白活了。哎呀，你看这马，哎呀，真好看呐！大中，哎呀，你说老姨这辈子算是白活了。你说咱们这趟进城，江要是知道了，他会怎么说呀？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？等采买了盘子再告诉他也不晚。说的也是。别吵吵！我告诉你，往前走两个街口，百福楼大酒店二楼雅间找我。
他是神仙吗？这说哪冒哪呢？这看来是跟山里待腻歪了啊，跑银行门口溜达。你想干啥呀？砸个响窑啊？咋的？不行啊？当然不行。那啥地方啊？啊？银行啊？啥地方？这问题问的。你知道你还去啊？江大哥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银行有水袋，眼巴前快过年了，不得给兄弟们弄俩钱花花呀？你就知道油水大。你知道赵州城有多少鬼子呀？那是咱黑风岭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。你说你人生地不熟的，你万一出事了，你往哪儿跑啊？啊，你这不让鬼子给包圆了吗？说啥呢？那么不吉利呢？啥玩意儿就包圆了？哎，你不是在城里干了好几回了吗？你给咱出出主意啊。我说你听啊。那必须听啊。那你说啥都听你的。那行，咱赶紧吃，赶紧喝，吃完了赶紧走。瞅瞅，江大哥就是仗义。去哪儿了？黑风岭。你啥意思？我跟老姨，这好不容易下了山，你一句话就想给咱俩忽悠回去啊？没门儿！我告诉你，天小凤，今天你走也得走，不走你还得走。我今天还就不走了，咋的？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。江营长，我这当老姨的也想跟你说两句，你老跟咱们说组织纪律的，跟你那些兄弟是不是也该说道说道啊？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出大乱子了，那老洋炮和国才差点顶起火来。怎么呢？兄弟们训练的时候猫着偷懒，他说两句就算了呗，他可倒好，竟开起枪来了，要不是缝压着。行了，老姨你少说两句吧。你哼，你还不让我说了。那个老洋炮太不像话，这怎么能对兄弟们动枪动炮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回去我好好收拾他。别，这江大哥，你这怎么那么大？啥玩意儿？你说这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你说这不，你坐，你先坐。这个事儿吧，其实也不能那个全怪老洋炮。那咱兄弟们的确呢有点不讲纪律，真的。你看见没有？关键的时候，这还得是田小凤，他明白，他懂事儿，这个。我们凤就是讲理，你看谁说不是呢？这，但是话又说回来吧，这老洋炮，他确实脑子不太好使。你知道为啥吧？大冬天的啊，就让我那帮弟兄们跑步走，起步走，一会儿趴着，一会儿站着，一会儿还打个滚，你说干啥呢？这不折腾人呢吗？是啊，你说这又费力气，还费粮食。何苦呢？就是啊，还有，你说咱山上那么多枪，那枪啊，那不是烧火棍子啊，那枪你说不拿来砸窑，拿来干啥？是吧，哥？哎，不砸窑吃啥喝啥呀？对呀，哥，你说那枪是，那啥，这砸窑的事儿吧，咱往后有功夫有空的时候啊，咱好好合计。好不好？那个，这眼下呢，小凤，你真得回去。咋又回去了呢？啥？为啥你得回去坐镇呢？你说你要不回去，这老洋炮和张国才再干起来，谁能压得住啊？说的就是啊，所以我这下山找你嘛，得跟你聊聊这事儿啊。你看我这不成立我事儿吗？我办完事儿，我指定回去。你这老没谱，你啥时候能回去啊？哥，快了啊！小凤，快了。哎，你这么的，这回呢，你就算帮哥一个忙，行不行？你先回去，我随后就到。你看，来，凤。凤，这杯呢，哥敬你。
就算给哥帮个忙，啊？那你都说让帮你忙了，那我还能说啥呀？那我铁定得帮你啊！你，凤儿，那啥，那咱就吃，快点吃，快点喝，吃完喝完，咱就赶紧走，好不好？行，凤儿，那听见了，掌柜。哎，这得听老爷的话。拿手菜，快，儿子，你吃这个。司令官阁下，田嫂，哎，这是您让我给小玉花准备的礼物。哦。这个丝绸，小玉花一定喜欢的。那是，这苏杭的丝绸，天下闻名，女人都喜欢。你之前送的礼物，他都没有收。是，都没收，全退回来了。这个女人脾气很大呀。有戏，我喜欢脾气大的女人，继续送。哎，田嫂，今天晚上我就去看小野花唱戏。今晚？哦，那军官俱乐部的晚会，您不参加了？不不不不，今天晚上我的晚会。就是小玉花，啊，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顺便送他们出城吧。是啊，走吧，大队长。急啥呀？我还没跟张大哥道别呢。张大哥，哎，你啥时候来我们黑风岭啊？很快回来。很快？很快是多快啊？那啥，等你把山上的兄弟们都训练好了，我就回来看。那你到底是来看兄弟们啊，还是来看我呀？行，你是大队长，行，都看都看。瞧你，你想来看我就直说呗。行，你说啥是啥啊，兄弟。走吧，走，快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都没吃呢，那搁这不凉了吗？等我去热热去吧。不用了，老姨，不想吃。哎，你说江大哥为啥不让我待在城里帮他？哎呀，他不是说了吗？他有正事儿。我可真够笨的，他肯定是要留下来打鬼子。不行，我得去帮他去。哎，干啥？先坐下，先坐下。干啥呀你？你江大哥有你江大哥的打算，这独立营有独立营的规矩，轮得着咱柳子操心吗？二丫头，那国才说的没错儿啊，咱是柳子，就是柳子呗。哎，啥意思啊你们？啥柳子呀？江大哥都没说我们是柳子，自己喊的倒挺响亮。
杨大哥，看，他嘴上不叫，心里无时无刻不把咱们当柳子。张国才，你啥意思？啥意思呀？这不明摆着的吗？凤儿，你能不能不把别人的事儿总忙在黑风岭上了？听完你这句话，我算明白你什么心思了。你不就想把江大哥撵下我们黑风岭吗？对，这做客就是做客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要是拿自己当了主人，就别怪咱不讲待客之道。你接着往下说。说啥呀？我说完了。你刚才就说了个影子，后半句你想说啥呀？没有后半句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有话你直说啊。我张国才，从来没有说半句留半句的习惯。你不说是吧？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你不就是吃江大哥的醋吗？我吃醋？我吃什么醋啊我？不是，我好歹也是这儿的二当家的吧？老黑风大哥下山之前把这个寨子还有你托付给我，我才操这份心吧？你当着老姨二叔的面这么撸我面子，那你还让我怎么做这把交椅啊？要做就跟独立鹰一起做，要不然我就把这把交椅当柴火劈了烧了它。劈就劈。国产国产，你这话可有点过了。什么叫劈了当柴火烧？你这不是你二当家的走人吗？哎呀啊！鸭蛋子开大，大鸭子开大，大大大乌鸦不行啊，大来走！我靠！老疙瘩你行啊，就你赢钱了。来。鸭大的开大，鸭小的开小，不呀不赢啊！过来，来呀，谁还压？什么情况？就压。鸭大，我就是因为压了七把大，我把我的拳全给输了，我那钱我回家过年的钱我都。乌鸦小，听我的，鸭大，鸭大，我凭什么听你的呀？我告诉你，在赵州城，大小赌场都管我叫赌神，就凭这个，鸭大，不是，那输了咋办呢？输了算我的，赢了你全拿走。都听见了啊？鸭大，爸，他妈，为什么？爸，爸个屁呀！来，啊！大哥，你真是赌神！你说下把压啥，我都听你的。把钱给我。赌神呢？啊？不容易啊，到黑风岭，整两把。二大家的，我要跟着玩两把。来，走，那我就玩两把。不行啊，我们要记着，不让赌啊。嗯？啊，算了，你们玩吧，你们玩。哎，行，来。
我玩来，来来来来，压压压压压，来来来，走，他走了，来来来，我到，再来一下，快快，来来压压压压，压吧，拍到，压，拍好。 什么呆子呢？干啥呀？你这吓我一跳啊！行啊啊！哎呀，你说这怪的事儿，这个提茶壶的都能赚新大洋。哎呀，老子也去伺候伺候那个啊唱戏的玉花，那个戏子去。你别管他叫戏子，他是天底下最好的女的。拉倒吧你呀！ 我说兄弟，你怎么的了啊？一叶障目啊！我天底下最好的女人，最好的女人给鬼子唱戏去。